克雷顿啊，克雷顿啊，华人区，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混江湖啊，我们全凭义气。我是当朝驸马姜往正啊，哈哈，我今天啊为什么要在这里呢？我今天啊为什么要在这里呢？因为这里有家洗发店啊，哈哈，有家理发店很有名啊。哎，我是开错账号了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没开错啊。这有家理发店很有名啊。啊，那个啊，这两天真的是很忙啊，很忙啊。今天啊，终于有了成果啊，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，很好的一个成果啊，蛮开心的啊，钱呢也收到了，把钱给收到了，主要是钱收到了啊，人家付的开心是吧？那我收钱也输钱也输的开心啊，是吧？明天后天太热啊，这两天都很热啊，昨天就很热，今天所以我今天呢就中午啊我就不去了啊，不去工地看了啊，就刚刚啊去了一下啊，去了一下呢，其实我还没睡醒。因为主要第一个拿钱嘛，第二个去看一看，所以呢等会儿啊，就是等说今天中午的今天这中饭啊，今天的中饭啊就吃个甜品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 好吧，这个啊是吧，三色布丁啊加红豆姜往正饭都吃不起了，你看。越胖的人啊，越喜欢吃甜的。那明泽美发沙龙，那这就是那个墨尔本有名的华人区啊，叫 Clayton 啊，这里附近就是 Monash 啊，
你这发型也不需要沙龙，有道理啊，都是他妈金正恩害的啊。三色布丁啊，现在就剩下两色了。这个周末啊，去爱马仕买双鞋啊，买点东西啊。人啊，辛辛苦苦总要犒劳一下自己。嗯，三个人啊，三件事啊，三个人三件事，一共收了14万澳币啊。没有，就帮三个人解决了三件事啊，一共收了14万澳币。14万澳币等值货币啊。就70万人民币吧。啊，这70万是给我的。啊，过几天就啊开启。这个啊，国内啊，啊，海外组织不赚的钱，啊，海外组织不赚的钱，你在澳洲啊吃完东西啊，一定要把人家这个东西给拿回去，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，啊，早上起来牙也没刷，脸也没洗啊，就叭就出来啊。啊，出来就拿钱啊，不用戴口罩啊，谁说要戴口罩的？你个农民，好吧？那我反正也不逛小店是吧？我反正要买什么要吃什么，反正很知道，是吧？逛等会走的肚子饿了是吧？这里去吃个肉夹馍，你看，肉夹馍呢，啊，是吧？我走一圈。啊，我走一圈，等会到这家店去吃个肉夹馍，啊，不用戴口罩啊，不用戴口罩，啊，好吧，啊，等会去买几件爱马仕穿穿，是吧？啊，这到工地啊，我们就穿简单点啊，但是这件也其实也是什么纪念版啊。这件也是什么联名款啊，啊，这个好不好吃啊？那这个卖水饺我们就不吃啊。这香川情这家店有没有人啊？这家没有店。这条街啊最好的啊是那个前面的那个叫做魔都啊，是前面最好的魔都啊，啊，这个 CBA 啊，今天已经没法存了啊，我等会就不存了，我就放车上了啊。
你看啊，这个车厘子，车厘子等会儿啊，他晚上又给我送过来啊，晚上这个老大哥又给我送过来，他先给我送钱，送完钱以后，然后他就去那个就乡下了啊，乡下那个拿那个，然后我呢就去了工地啊，我就去我那个暗场，就最好的这条街就最好吃的餐厅就这家餐厅啊，魔都哈、啊，其他没花头啊，啊，甜品吃完，要么买个奶茶去啊，没东西吃啊，没东西喝是吧？这个嘴巴好像还是啊，我去买个奶茶，然后逛一下亚超啊，去买一个那个。去买一个那个什么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像我们这种啊，就是很两个欲望很难控制，一个是性欲，哈哈，一个是口舌之欲啊。如果甜食啊都不让我吃了，我活着都没意思了，好吧？我就到中缅边境开一枪就算了，好吧？人生啊，啊，就是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，是吧？今朝有酒今朝醉啊，还有几个 case 在处理啊，啊，希望能够都处理好啊，处理得当啊，好吧，哎呀，舒服舒服舒服，哎呀，舒服，这胡子底下都没刮啊，这个太不像样了啊，这是 Clayton 啊，那、啊、墨尔本有名的华人区啊 ，Clayton 啊，啊，这里有一家理发店啊，我很喜欢，哈哈，但是我的头发不用理啊，好了，不跟大家吹牛逼了，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，混江湖啊，我们全凭义气，我是当朝驸马蒋网正，感谢大家收看、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我的频道，拜拜。